六的阿伟带来的这一首比赛歌曲《吉祥爱》。哎，庄正才的歌曲哦。哇，庄正才的歌曲。好像刚才有人唱。很难唱，这首歌不好唱哦。来，掌声给我们的阿伟。谢谢主持人。呀，明呀。对对，还在还在。Thank you.
新加坡人喜欢歌台吗？我跟你讲哦，哦，我坦白讲，在新加坡歌台喜欢福建歌的人太多了。如果不相信，我们调查我们的观众，你哦，福建歌、苏家福建歌来歌台听福建歌啦，给你们掌声。你看你自己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叫把人讲工业考虑，但是我如果我借我个人在评，我个人在评，我认为他如果没有没有，你不要讲，你觉得他会讲评什么？批评指教是好的，这样我们才会进步。你讲好啊，派好，本来讲是我比较好，对嘛？你刚刚你被讲的啥呢？我只会刚刚讲他的造型哦，他的造型，如果今天在穿一件大衣，配合今天的歌曲，我不能讲冰火。而且你戴这个帽子真的不配。你如果可以介意吗？看你的头发一下，看。